手背就像这样稍微捏一些，这样握。正式表演之前，已经写下了另外一项记录。这是我特别为大家挑的礼物，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是台湾造型的抱枕。希望你们这趟来到台湾表演，会爱上台湾，把台湾抱在怀里。另外，我要加码一个礼品，我要送你们的礼物是珍珠奶茶。我很喜欢喝珍珠奶茶，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珍珠奶茶。太好了，我们有相同的嗜好，希望你们喝得愉快在台湾的一切也都很愉快再次欢迎你们，谢谢你们。